你是不是跟恩熙说你看过影片了？你为什么到处乱说乱说？姐，你是这种人吗？偷偷录音还用在诉讼上？你怎么能够利用我？我独自一人忍了十个月生下来的，我的权利我自愿放弃，怎么了吗？我们是亲生父母，父母怎么能放弃孩子？我要重新诉讼。不要，不行。私人的事情以后再说。好，恩熙，你给我让开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这样失去李氏会造成困扰。怎么？要我递辞呈吗？你要递辞呈，我不会拒收的。你说什么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东森戏剧台，给予幸福的人，全新2小时。